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平行宇宙》，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谢谢啊。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说话了啊，不要说话，听我说。听他说。上台来呢，我先给大家道个歉。我也给大伙儿道个歉。你道什么歉啊？我也不知道，我随一个呗。啊？为什么道歉呢？啊，什么原因啊？本来呢，站在这儿呢，应该给大家演一个新的作品。啊，对对。由于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呢，这个新作品演不了了。啊。各位那个，我替他爸爸给您道个歉。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你爸爸没了是怎么着？什么我爸爸没了？什么叫不可抗拒因素啊？啊？你怎么，你嘴没了？怎么相声不说了？你什么意思呀？昨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创作的时候，突然间顿悟了。突然顿时是什么呀？我发现什么了？相声很低级。你等会儿，我给祖师爷道个歉啊。你怎么老道歉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废话，你说了十多年相声了，咱就说十多年相声很低级。对。纸相声吃，纸相声喝，相声低级。嗯，那你告诉我什么高级？科学。你接着讲。昨天晚上我通过一宿的努力，嗯，把科学研究明白了。这也太不科学了吧。怎么了？一宿啊，一晚上把科学研究明白了。对，这个事儿本身它就不太科学呀。怎么可能？你研究出什么来了？你那研究明白太多了。你说说我听听。有什么广义相对论？嗯，狭义相对论啊？什么叫暗物质、反物质、镜像物质、微波背景辐射、微观宇宙实验？什么叫黑洞、白洞和虫洞、微米、纳米和皮米？有正离子、负离子、等离子、正电子、负电子、 K 介子、派介子、中微子，有电子、光子、原子、粒子、量子、中子、分子、介子、快子、慢子，还有中间玻色子。像什么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夸克、魅夸克、顶夸克和底夸克。嗯，这些我都没听过。像什么薛定谔的猫、布里当的驴、科勒的猩猩、同地周鲫鱼、芝诺的乌龟、威尔逊蚂蚁、洛伦兹的蝴蝶、斯金纳鸽脊。你先说什么叫鸽脊呀？就是鸽子。您说鸽子不就行了吗？不合辙。您都当科学家了还押韵呢？嗯，服不服？我服您这个基本功，是不是？你服什么基本功？我问你，科学你服不服？不是不服，我不是您这有点太神奇了，我感觉您一宿全会了，全会了啊，全会了，开悟了，是吗？全会了，为什么会呢？怎么这么着吧？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比较复杂，嗯，我尽量要用通俗的语言告诉你。你给我解释一下，最好通俗一点。嗯嗯，知道因果吗？你现在不光玩科学，现在还玩玄学是吗？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啊！
因果，在经典物理学中，每个人做的每个决定都视为物理链的一部分，这个知道吗？啊？而因果链在时间上是连续的，没有分叉的可能。在量子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量子叠加态，意思就是说物体可以在多个空间存在，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想法就可以分裂出了一个平行宇宙，我们无数人的无数个想法就可以分裂出无数个平行宇宙。在其他平行宇宙当中，注意听啊，注意听，你讲讲，你继续。在其他平行宇宙当中的我们的职业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些不同，恰巧在一个平行宇宙当中的一个孟鹤堂的主体，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研究明白了如何穿梭平行宇宙，所以他在穿梭的时候正好经历了我们这个平行宇宙当中正在电脑前创作相声的孟鹤堂，所以他的记忆和知识还有经历全留在了我的大脑皮层的深处，所以我懂科学足够通俗了吧。哦，再通俗点呢，就是昨天晚上，嗯，我被附身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他疯了啊！我真不知道啊！我知道他这样，我今天不领他上台，真的。怎么了？这怎么？你现在你怎么你昨天晚上跟人跳大神去了是吗？怎么跳什么大神啊，怎么还附身了，什么意思这是？就是平行宇宙有一个科学家穿梭了，穿梭到我这儿了，他的记忆现在留在我这儿，我现在大脑里我发现 啊，通过他的记忆，他不光穿梭了我们这个平行宇宙，他还穿梭了很多个孟鹤堂的平行宇宙，所以我大脑里现在有很多个孟鹤堂其他的职业。哦，这我明白了啊，精神分裂。孟哥，你不要心理压力那么大，好不好啊？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中医看不了我这病，妇科的，好不好？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什么哪儿跟哪儿？现在我脑子里有很多，真有平行宇宙啊？平行宇宙是存在的，同志。是吗？平行宇宙是存在的。平行宇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从你出生开始，你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都在分裂平行宇宙。不是、哎、我现在有很多职业的平行宇宙的孟鹤堂。别的平行宇宙当中您不是说相声的，有很多职业。很多职业都干什么呀？太多了，卖煤的，卖面的，卖米的，卖炭的，修自行车的，烤羊串的，卖发票的，卖光盘的，我都干过。哦，是吗？啊，我都干过。嚯、哦！而且我想想啊，嗯，有一个平行宇宙当中，我们两个人还有交织。哦，咱俩还对，有交织啊、嗯。还见过面。那个平行宇宙的孟鹤堂是一个打年糕的师傅。那我呢？我是日复一日的打年糕啊，嗯，手里拿一个大木锤子，下边有一个大凿子，凿子里放着年糕，我是拼命的打年糕。你就不一样了，我是翻年糕的。啊、哦，嗯，就是咱还是搭档，对，还是你砸年糕，我翻年糕，翻年糕，就是你咔嚓，我是这样吧，眼疾手快呀、啊。他确实是眼很急，但是手不快。什么意思？他的大拇哥尤其的大。您见过沙包大的大拇哥吗？每次我打完年糕，他冲我伸出大拇哥，我都就哇，好大的赞！你再等会儿，我这全砸我手上了，合着。你手不快呀、啊？你手不快。
这个平行宇宙当中我是给您捧哏，我给您搭档，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我还给你打下手呢，怎么你怎么打下，你这不上手了吗，你这不是我是我是你，来咱俩配合一下看看啊，对，嘿，你看全砸手上了，不是你配合不好，你这个不是，不哎，你这样啊啊，有没有别的什么平行宇宙当中就是我站旁边我什么也不干的，就这个平行宇宙他是不是内涵我我听出来了啊，你这平行宇宙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站着你就听就行了，去你的吧，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就是那个在别的平行宇宙当中我就是你干活啊，我不干啊、哦、我背着手看着你，有吗我想想啊，嗯，哎，还真有这么一个平行宇宙，嗯，在那个平行宇宙里呢我是一个下水道的工人，哦，掏下水道，我每天都在清理下水道，哦，你呢是，我是干什么呢，这一片下水道的道长，道长，哦，哦，我每次清完下水道之后，道长就在上面看着我。我爬上来之后，道长亲自莅临下去检查。哦，检查你的工作，就背着手检查下水道，嚯，看看通的干不干净。是是是，道长正检查呢。嗯，我们发现了，发现什么了？道长，快跑！跑什么呀？村口有个孩子往下水道里塞鞭炮，我还是别当道长了，我这太憋屈了，然后你就没有然后了，我废话，这个平行宇宙你就截止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每个平行宇宙都不一样。你那我还没过完瘾呢，我，你当道长，哎，有没有那个，就是我老欺负你，然后你还害怕我，老躲着我，哎呀，你这怎么？哎，有啊，有一个平行宇宙是吗？有吗？嗯，这个平行宇宙啊，我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那么可恨，特别可恨。哎呀，你这。你不一样了，我呢？你生下来就是为了惩戒我，哼，这是我的职责。嗯，我每天呢是暗无天日，躲躲藏藏啊。你是设计抓捕啊，咱们俩是勾心斗角数十年。嗯，数十年，你，嗯，你呢？怎么着？天天就逮我，我是无处躲藏。无处躲藏，那就没有办法。好啊，好啊，好啊。但是你看，这么多年来呀、啊，啊，这么多年来，我也有反抗的时候。啊，你还反抗呢？啊，怎么还反抗？也算不上反抗吧、嗯，就是有一点小阴谋，做一点小动作。小动啊，我不惧畏、啊，不害怕你。哪就有小动作有什么呢？拿门夹你脑袋，啊，把你嘴扒开了往里吐痰，啊。拿大皮揣子揣马桶，那皮揣揣你脸，啊，拿那大叉子插你屁股，但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你有超能力，啊，什么超能力？我就是拿电熨斗熨你的尾巴，你都不知道烫，啊，是不是很神奇？啊，是不是很惊讶？你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在这宇宙里边有什么超能力？好奇吗？我现在好奇，我为什么有尾巴？你这很奇怪吗？我怎么还有尾巴呀？废话，这能不奇怪吗？啊，我怎么还有尾巴呀？加上 BGM 就不奇怪了。是什么背景音乐？不啷梆梆，不啷梆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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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电熨斗压脑袋压尾巴什么？这什么呀？这都是这个平行宇宙，不光是三维、四维空间，还有二维空间啊！动画片也有啊，对不对？在那个空间里边，你
就是汤姆啊啊！废话，就你就是杰瑞、哦、是吧？对，我是杰瑞。不是请，请可以不？嗯、你们的，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你看我的平行宇宙可不有我吗？你废话，这是我的平行宇宙，跟你有交织，又不是你的平行宇宙。那我的平行宇宙呢？只有我的，只有我的。那我哪知道啊？啊？科学家那个本我留在我大脑里边的记忆，只有我的平行宇宙的分支。那不要你，没有你，只有我的，不可能没有我呀！你死去，你死去，你行不行？你早点死，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去世。还真有，啊，有这么一个平行宇宙，你可太厉害了。我怎么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啊！你是六岁，我六岁，智商就达到了180，嚯！智商180，嗯，十岁的时候，嗯，初中、高中、大学，后边还有什么？研究生，研究生，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就是研究生了 啊, 啊，研究生什么？博士、博士后、博士前，嗯，啊，好，博士前，十岁就都念完了，十岁全念完了，马上你就展开你人生的理想和抱负，然后呢？我不知道了，你怎么不知道了？我夭折了。这宇宙我你不让我早死吗？我死早。你死的太早了，有点你死，我夭折了。那还有别的、啊、还有一个平行宇宙，这平行宇宙你也够厉害的。啊，我是什么呀？你是一个千亿富豪的儿子。我是富二代。富二代，千亿啊！而且你还是独生子。你爸爸今天这听相声我买单啊，是吧？不是这个平行宇宙，啊、是那个平行宇宙，就是对。啊，这个平行宇宙你们没听见？啊啊！而且呢，你爸爸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在你爸爸马上要死的时候，突然间你出了一个哥哥。哪儿出来的？这个哥哥是你爸爸的私生子，要过来跟你抢遗产。啊？那我抢他了吗？我不知道，我夭折了。你早该死去，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平行宇宙，你也够厉害的啊！是是是，够厉害的。什么呀？那个平行宇宙里面啊，可以一夫多妻制，而且你在那个平行宇宙里边，女人缘特别的好。哦，是吗？你是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啊啊，就已经定下了62门娃娃亲。我的妈呀！准备在18岁成人礼的时候举办你个人的集体婚礼。个人的集体婚礼啊，这听着就刺激。但是到17岁的时候，行，你不知道了，因为你夭折了，是吗？不是，你夭折了。我夭折的太晚了，有点儿。你幸亏夭折了，啊、你要等到18岁，你就夭折了。我乐意，你管我！我打今儿起，我韭菜当饭吃，你管着，管着吗你？那这不是你这太美好了，这也不是，这不就是要夭折了吗？夭折了，别夭折呀！哦，你说想要夭折那个，其实是在一个其他的平行宇宙当中一个分支，你确实夭折了。但是我成功了，你成功了，举办了自己的个人婚礼，个人婚礼，嗯，个人集体婚礼，对，不是，这没什么毛病、哎、啊，这平行宇宙都是分叉的啊，分支很多，有很多分支，有可能现在我们的一个决定它就分支了啊，哎，那62个漂亮吗？
个个如花似玉，倾国倾城。我都长什么样啊？似的，哎，这那另外一个世界的我，那跟这个世界没关系。这个世界他打光棍一直打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全让那个平行宇宙的他，这不缺德吗？他，那没办法呀。你这个平行宇宙 多缺德呀，那个平行宇宙就少点儿啊。所以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这叫。啊，那怎么办？没办法，您全让那个。哎哎，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俩掉个儿什么的，就我跟我掉一个儿。你去那个平行宇宙？嗯，对啊。嗯，哪怕是我们俩，就是我替他分担一部分。他万一真夭折了怎么办？怎么说呢？这个穿梭平行，我得为自己考虑啊。你等会儿啊，嗯，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现在有点忘了我是谁了，我就记着那62个嘛。你是汤姆，我跟汤姆干嘛？汤姆有什么？我是科学家的孟鹤堂啊，记得吗？嗯嗯嗯，他不光我记忆里边有他那个穿梭平行宇宙，其他的记忆，嗯，我还有。他如何攻克的平行宇宙穿梭这个事儿，我也知道啊。我现在可以穿梭平行宇宙，我有这个技术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如何带你穿梭平行宇宙，这个有点难度。这怎么啊啊？加钱？那这个事儿这么办吧？因为什么呢？嗯，他需要一种药水儿。有药有啊？嗯，有办法，有办法啊，有办法行，有办法啊、嗯，但是我还没有太确定，嗯，太确定这个有一种神奇的药水，有神奇的药水，神奇的药水哦，就喝完以后我就可以穿梭平行宇宙，穿越到那边去了是吗？对对对，嗯，但是这个药水确实有点困难，我昨天晚上有吗？有啊，我已经研发出来了，在哪儿呢？在后台呢，拿去。不是，我不是催你拿去，拿可以拿，但是咱得说好了，是因为这个药水啊、嗯，它用到的原料实在是太贵了、嗯，我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万一你我给你喝完，你穿梭了，我这成本回不来，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研发了。你多少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对，反正你也有钱，对吧？啊啊，那是啊，你给，没多少钱，多少？我听听，5万块钱。没事，你给我，你这么着，你给我5万块钱，你不卡里边还有15万的吗？不是，我有多少钱，你怎么那么清楚啊？我是你队长，发多少工资我还不知道吗？哦，对，对哈，他对、啊、整个队的工资条都在他手里呢。行，5万块钱，你先交钱吧。我没带钱、啊。你下来拿手机，手机扫码啊？扫码。那我。我拿你，你等我，你别走啊，你别走、啊。各位看见了吗？学点科学知识是可以致富的。哪有什么平行宇宙？哎，回来了。我怎么着？62个，62个，管他呢。来，扫码吧。啊。行、啊，那个，啊，五万啊，个十百千万，啊，5万，好，啊，啊，到了，明白。那我下去给你拿去，行，我到账了啊，你看一眼，啊，到账了啊，哎，等一下啊，您那个，我想问问你是那个要一沓还是一提还是一箱啊？什么呀？那神奇药水啊。一沓一提一洗，这词儿怎么那么耳熟呢？不是，你这一沓6个，一提是12个，一箱24个。你跟5万是一个的，啊，就一个就行吧？啊，一个就可以。那就要一个，要一个就行啊。对对对，啊，啊行啊。哎呀，一会儿咱们就拜拜了。
真是，哎呀，这，哪儿？昨天晚上研发出来的，这不就是啤酒吗？怎么了？什么啤酒？哪儿看出啤酒来？你哪只眼睛看出是啤酒了？这不是一个呀，这叫一罐儿啊！我问你，哪只眼睛看出来它是啤酒了？这啤酒不都这样吗？你哪只眼睛看着呢？这只和这只。开玩笑。就可以啤酒用这种容器装吗？啊，就不许我的神奇药水用这种容器装吗？哦，也对哈，也对哈。来吧，打开喝吧，喝了你就可以穿梭了，穿梭平行宇宙。好，那我打开了啊，那我打开了啊。哎。起沫了，你告诉我这是神奇药水？废话，哎，就许啤酒起沫吗？就不许我的神奇药水起沫吗？啊，有道理哈，喝了吧，喝了，喝了就能穿梭了。这喝完就行了啊？喝了就能穿梭了。行，来，永别了。什么感觉？感觉少点东西。少什么呀？少花生米。花生米有什么关系？这不就是啤酒吗？这怎么能是啤酒呢？这就是啤，你让你尝尝口，你尝一口。因为我吃头孢了，喝不了。那这不就是啤酒吗？对，就是啤酒。啤酒你卖我5万块钱一个，你不知道这是特殊的啤酒，这叫什么呀？这个，哎，先不说啤酒的事儿。你说什么事儿啊？你刚才是不是台上喝酒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您先等会儿，这不是你让我喝的吗？这是刚才那个科学家的本，我让你喝的，现在是你的队长。你当着你队长的面台上喝酒，这观众都看着呢，人家优酷都录像呢，回去我跟领导怎么交代？怎么交代？我的队员台上喝酒，怎么交代？不是，等会儿，啊？不是，那怎么办呀？不是刚才说这喝完以后我不就是永别了？我就跟那个62个啊，不是，这个是准备药水。只能让你到虫洞门前，知道吗？还穿梭不了，这是准备药水。这怎么准备呀？我喝完以后就有效果了。就是为了麻痹你的大脑神经，让你集中注意力，能穿梭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啊，咱先别说这个啊，先把罚款交了。不是罚多少啊？罚多少？你看啊，上次于老师带酒上台。你跟于老师罚的一样吧就好了。我跟于老师罚一样。人家于老师是带酒上台，可没台上喝酒啊。那他也是醉酒上台呀，那是。那于老师上回罚多少啊？于老师罚多少我忘了，反正于老师罚款之前是俩马场，现在一个马场。罚那么多呢？你行，你这么着。你咱都一个队的，我给你打个折，你交5万块钱得了。你交了5万，你那儿还有10万呢。来来，我交那5万啊。嗯。当然。行，过去了。你先等会儿，我喝完以后怎么没？啊？行，罚款交也交了，我再喝两口吧。
你喝了也没有用，这是前面的准备药水，真正的神奇药水还没拿上来呢。拿去呀，你交钱呢。我这不交完了吗？这是准备药水，还有一个真正的神奇药水，那个喝下去之后你就直接穿梭了。那个也得花钱啊。那个必须得花钱了，那个确实很贵。行，你扫扫吧，扫吧，五万，扫吧，扫吧，扫吧。行，过过过去，过去，过去，我给你拿去，等着。拿去吧，拿去吧。好家伙，这你们喝过那么贵的啤酒吗？孟鹤堂，怎么了？你拿这个，也就配点花生米的事儿。你要拿这个，不拿点猪头肉来就不合适了。这不就白酒吗？这怎么是白酒呢？那这是什么呀？神奇药水。神奇药水用瓶装啊？瓶情宇宙吗？行行行行行，但是呢，来吧，你给我吧，给我吧。哎，这不行不行，怎么呢？我交完钱，这是我的。你交的是这个的钱。哎，可别洒了，跪着呢。哎呦，跪着呢。哎呦，哎呦，喝了吧，喝了你就能穿梭了。这一小杯就五万啊！你看，跪着呢，这里头都是好东西。这喝完就是我就个人集体婚礼了啊！集体婚礼62个，六十二。哎呦呵，我来了。现在什么感觉？有点晕乎，晕乎就对了。怎么呢？晕乎就对了啊！因为这个平行宇宙啊，你前面你得这是药哈，你对呀，嗯，这小药水啊，你得先进那个虫洞啊，因为虫洞啊，它那个你闭上眼睛啊，我闭上眼睛，还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什么感觉？有点转就对了啊，因为平行宇宙它是转的，转的。前面那个虫洞是转的啊，进去之后平行宇宙就不转了，哦，不转了。哎呦，找好感觉了吗？找好感觉，啊、准备好、啊，集中注意力、啊，马上你就能穿梭了。啊，马上也将个人喝，您谢谢，谢谢大家祝福。进入平行宇宙，然后呢？我是集中注意力，别说话，集中注意力啊！看见什么了吗？啥也没看见啊，一片漆黑，一片漆黑。对呀、啊。不可能、啊、你仔细看看，我仔细，我是不是有一个木头锤子？哦，有一个石凿子。哦，你那么说还真有，是不是有一年有一年糕啊？对啊啊，你大拇哥倍儿大倍儿，我跟那砸年糕，这不还是砸年糕吗？不是，你怎么睁眼了呢？废话，你给我带的那打年糕那儿去了？废话，你往那儿想，可不就带那儿去了吗？你那画面里边都是砸年糕的画面。我不是我要去那十八岁那个。你集中注意力呀、啊。62，不是我集中注意力。是谁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你老往那儿领干嘛呀？哎，行，我不说话，我不说话，你自己想。对呀、啊，你自己想。行，再来，来个屁呀！来，那么一点画面都没了，药劲儿过去了。你不能睁眼，你一睁眼就回来了，还得重新穿，穿吗？我没，你还有五万呢，我就剩五万了，你这还有五万呢，扫了吧，来，给我来一遍，行，过去，来，等，你别给我，等你的，啊，你还给我，哪有自己倒的这事啊？哎呦呦，哎别喝，哎呦呵，来，别扫了啊！你太满了，有点，这回准行了啊！对，这回一下我就穿到62个，行，哈，拜拜，闭眼，
转吗？越来越转了。哎呦，这就是虫洞的入口。哎呦，仔细看，看见什么了？一片漆黑呀，啥也没看见啊。啥也没看见啊，这回连年糕都没了。你仔细听听，有什么动静？仔细听，仔细听，啊，仔细听，有什么声？什么声？我嘘，啊，什么声？哎，好像有水滴的声音。水滴的声音。对。再仔细听，再仔细听，还有什么声音？道长，快跑！那孩子往下水道里扔鞭炮呢。我怎么跑下水道里去了？知道怎么漆黑的呀？你往下水道那想什么呀？不是我想，我就听见那个水滴的声音了。是吗？你听水滴的声音了？对啊，那就是穿过去了。不是，那不是没成功。你成功的穿？这不是我怎么我在下水道办个人集体婚礼啊？那就行了，那我改忍者神龟了吗？那么着。你别哎，你别，你再来一杯吧，要不？别，你再来，我再穿一回。你没钱了。你这样，手机给你，手机你拿着。我这一杯五万，你拿一破手机，你这手机还二手的，你也就2000块钱，你这顶什么呀？我确实没，我就最值钱。哎，这样。手机加手表，一共5万块钱，够了吧？不够了。怎么不够了？台上戴表这事怎么办？德云社明令要求演员上台不许戴首饰，你戴表是怎么回事？我实在是没钱了。你这俩凑凑合合加一块能抵这一杯啊？对啊。罚款怎么办？没有罚款，我没钱。对，我多少余额你也知道是吧？你这么着，我工资条也在你那儿呢。那这个代表没有那个台上饮酒那罪过大啊。你这么着，你多少意思意思就行了。我最起码我少罚点行吗？我得有个交代，人大家都看着呢，是不是？那你让我回公司，我怎么交代？人公司管理层的栾云平，那副嘴脸你还不知道吗？啊，是我知道。啊，这演员上台怎么戴手表你不还？你怎么当队长？你这失职，给你撸下来。那万一撸我怎么办？你这么着，别撸我了，你把衣服扒了我。你这大褂最起码值2000-3000块钱吧？啊，就是。不是，你看这大褂啊，你这大褂就盯那个罚款了，要不然咱没法往下继续，对不对？我是现在身份还是一个队长的身份。26我忘了啊，不是，你行，我哎行，对，我穿过以后，我没事，我结婚，我婚礼我穿什么大褂啊？我穿那大褂啊？我陪你喝。你62，我要什么大褂啊？我62，对不对？对呀、啊，你这个你我婚礼我穿西服，你回头你再正气不就完了吗？还有一，哎，你这么着，你把那个鞋给我，鞋怎么也给你啊？鞋你没啥用了，你鞋哦对哦对，我穿过以后我直接穿皮鞋了是吧？对呀、啊，对，给我脱了，不是一个大褂还不够，一个罚款啊。这也拿走了，还冒着绿气呢，好家伙！行，那没事了，那你回，反正这无所谓，你回头再慢慢挣去不就完了吗？就没到呢。啊，不是，那你我给你，你给我倒，不用倒了，全给你了，全给你，你也没什么可好要的了。啊，全给你了。啊，是吗？啊，嗯。行，我再倒一杯吧，再倒一杯。你多来点，劲儿大。行，好，劲儿大。哎，你啊，
哎，就我这一下我就过去了，穿那边去了哈。又拜拜了。怎么样，什么感觉？哎，还是一片漆黑呀。那肯定一片，你闭着眼那肯定一片漆黑嘛。是一片漆黑啊、哎、一片漆黑。你听见什么了？我啥也没听见啊。不是，你先让我嘘，等会儿怎么还有人哭啊？哭？对呀、啊、坏了，怎么了？又穿错了。怎么？哎，我怎么穿到十七岁夭折那儿去了？你睁眼吧，在棺材里呢，你穿死鬼那儿去了。这什么意思啊？你穿死鬼那儿去了。我这回穿对了吧？你嗨，你没穿对，穿到你是穿到六十二那儿去了。对呀、啊、但是你穿的是主线，是十七岁夭折那个，你不是夭折那个。哦，我穿的，我说一片漆黑，我在棺材里呢。棺材里呢，外边有人哭呢，你妈哭呢，你爸也跟着哭。那不对，我不是要去那儿，我是要那腰。你是集中注意力了，不是腰折，我是腰耳抓你那个的。我要你是要往那儿穿。对呀、啊、但是你穿的过程当中，你脑子里边有一丝杂念，你说我那我这手表，我这大褂，我这五万块钱，哎呀我不能白花，你有杂念，一下穿偏了。你说怎么办？那不行，我再来一回吧，再来一回吧，要不再来一回。别你哎呦，真没有了。我实在没有了，我是真没钱了，我真没钱了，真的啥也没了。你看，哎，没钱了，但是要怎么说，咱是亲搭档，是不是？我是咱是亲搭档、啊，我都替你想好了。来，想好什么了？把这签了。嗯，这是什么呀？欠条。哦，你这都给我写好了是吗？这都啊，你就签了就完了。哎呀，啊、签了行，这就行了啊。行，我哎，等我再来一、啊。你是来一杯吗？不行了啊，你把瓶周了吧。瓶周吧，啊，而你这个到时候你得还我，你想着啊。行啊行，你挣了钱得还我啊。我大罐都在你那儿，我怎么挣钱？我还还有啊，行，这都给你了，我这都给我了。啊，嚯，你这，哎呀，我来了！老话说得好啊，老话说得好。行，啊，我这喝的深，穿的深。哦哦哦，舔一舔，穿的浅。来吧，遇见虫洞你左转，哎，来，进了平行宇宙你打一拳，来，我我干了，各位随意啊，我。真是好药量啊，好药量。哎，我这回睁着眼也有点赚了。那就太好了，证明这个劲儿刚刚好、啊、是吗？想穿哪儿就穿哪儿，是吗？把眼睛闭上。我闭上，把眼睛闭上。看见虫洞了吗？啊，看见虫洞了吗？看见了。穿梭了吗？看见了。穿了、哎啊、现在你就站在你十八岁婚礼现场的舞台上。哦哦，哎，我婚礼进行曲响起啊！六十二个新娘款款向你走来。哎呦哈！哎呦，看，哎呦，他们来了！哎呦，十二，你来了！哎呦，六十二，你来了！哎呦，十四，哎，三十六。